今天博元的小洋将 Vikings 拉伤了，所以今天给到时间阿肯，这一次有机会，地板球给到阿肯，中距离的起跳有，给地板球到赵德恩，赵德恩想要挑篮，但是阿肯帮他补进了这一球，篮板球还是找不回来，想要做一个传球给到 CJ 阿肯补进两分，回到这一轮外线的出手，差一点点，阿肯抓到了以后篮下白进两分，阿肯接到这个传球以后要自己来。三投三中。